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勋祥 Brian。上礼拜呢，因为教师线上课程的需要，所以呢，我把一整个月的新产品呢，都做成了一支长达20分钟的影片。那着实帮了很多案例人呢，节省了不少时间。他们线上聚会呢，可以直接贴我的影片来看就可以了啊。所以，不用客气。那感谢飞天小女警的努力啊，这个礼拜呢，也是一个平安的一周。那再加上呢，好几天无预警的狂风暴雨，所以呢，也是一样。基本上就是乖乖的待在家里当一个防疫小尖兵，那所以呢就决定呢在礼拜天晚上来拍个短片来跟大家聊聊天。不知道各位关了这么多礼拜呢，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的发现自己好像似乎依稀有点变胖了呢？我现在量体重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惊觉哦，我的体脂率呢从原本的11变14了，哇靠！吓得我赶快呢马上来吃两颗肉粽来压压惊啊。每天关在家里呢，基本上呢都是坐在椅子上的，因为现在都是什么线上学习、线上工作、线上沟通，然后线上追剧、线上玩游戏哈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次忙完一个段落呢，起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找东西吃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哦？那当然呢，我在家里还是会找个时间呢稍微徒手运动一下。不过呢，少了那个在健身房呢会硬盯装逼的氛围哦，所以你在家里做的时候呢，其实就会很容易的去放过自己。所以呢，我决定还是要来严格执行一下我自己的原本的这个饮食习惯。那当然啦，首先最基本的营养补充，这个是绝对不能少的，充足的蛋白质和均衡的营养素。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简单的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呢，我还是会严格的去执行现在很流行的这个间歇性的断食，因为我之前有做过，那其实效果还不错。那只是啊，前阵子呢晚上开始啊又偷吃东西了，所以呢这个体脂率呢很快就露馅了啊。所以对我而言呢，我们的那个 XS 能量饮料哦，那真的是我的救星啊，因为在你嘴馋的时候呢，可以有一罐冰冰凉凉的汽水，然后重点是它好喝，然后又不用担心热量。那真的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哦。下个礼拜呢要上市新的 Mojito 薄荷青柠口味了啊，一起期待吧。希望解封之后啊，不要每个人都胖了一圈哦。那这个礼拜呢，我们家还有一件大事哦，那就是今天礼拜天呢是我阿公的对年哦。那我们终于呢把阿公的牌位请回家里来了，时间真的过很快哦。还记得去年我阿公在我做第一集 Vlog 的时候走掉的，那就这样子哎也一年了。在今天呢，我们进行了一个台语叫做 get 楼的这个仪式啊，那其实就是把我阿公的牌位跟杨家历代祖先的牌位把它合并在一起，所以我今天才 po 了一张照片哦，说要办艺术相框。我阿公在晚年的那段时间呢，因为身体状况不好，所以他人不是在安养院呢，就是在医院，所以我每次去陪他的时候，总会听到他说呢，他好想要赶快回家。那现在阿公他终于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家了，我自己呢也像是放下了一件事情一样哦，觉得也舒坦多了哦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趁着疫情在家呢，就多多陪陪家人哦。去年一整年呢，就像萨诺斯弹手指一样哦，有将近300万人呢就这样子在地球上消失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活着呢，那真的其实是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身体健康。那上个礼拜的影片呢，我有介绍到我们的那个 Artistry Studio 雅致城市彩妆系列，在这一次的洛杉矶的主题当中呢，它破天荒的推出了两颗香氛皂啊。那我这个礼拜就有在用了哦。那我特别呢，还是跟大家可以推荐一下，这一颗这个叫什么海风亲吻香氛皂。首先呢是它的气味哦，它是偏中性的哦，它不会有很强烈的香味。它的香调呢，男女都适合。那最特别的是呢，它上面那个看起来一粒一粒的，看起来脏兮兮的其实那是椰子壳颗粒，所以它洗起来的时候呢是刷刷，会帮你去角质。那男生呢，因为皮肤都很厚很粗糙，所以这一颗你自己洗澡之后把它暴力洗过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会变得很光滑很细致。所以不管是用起来呢，还是闻起来呢，其实都很打中我们哦，很值得去试试看。那雅致城市彩妆系列呢，它是每一季限量上市的产品，它用完之后就没有了，卖完就没有了，所以更要把握机会用用看哦。我自己呢就把我自己用过之后很喜欢的这个心得呢发在我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面，那其实就会有一些朋友呢他私讯我说想要买来用用看。还有上一周呢我的影片当中提到的那个6月8号所上市的那个防晒水乳液，因为非常的清透而且很好擦，我自己也是很喜欢，跟身边的朋友稍微提一下呢，就很多人呢想要也来买来试试用用看。
而且呢，安利的所有的产品呢，它都有100%的满意保证，不满退款，所以我可以很放心的让我身边的朋友呢，尽量的去尝试。再加上呢，现在安利公司正全力以赴的在发展电商平台，我们只需要透过手机和电脑呢，就可以完全没有风险的在家创造收入。什么三级警戒啦、隔离啊、封城啊，其实对我们来讲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。有兴趣的话，你真的可以来了解看看。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周末闲聊哦。那一样呢，有提到的产品连结我都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，如果你有兴趣，都可以直接去官网看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并且同步追踪我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粉丝专页。这个礼拜就先到这边，祝大家健康平安。我是 Brian， 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